天嘛，就得有冬天的样子嘛，冬天的冰雪啊，各方面冰世界，嗯，而且今年的冰好像做的也比往年好。记忆里就是冬天，一说冬天，什刹海冰场，马上就想到冰场了。宝宝来这儿，那肯定他从他出生到现在还没有玩过冰嘛，让他感受一下这冰面是什么感觉，踩一踩，走一走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然后同时也享受一下阳光。第一次尝试这个也是，因为看着确实挺艰难的，滑这个它需要特别大的力气。有看他们有几个滑的，我刚想去请教一下。